这个司机先生，旁边有恐龙啊！哦，哇，救命啊！连车子都被他打到了。怎么办？哦，赶快躲在车上比较安全。让霸王在狩猎时发挥强大的优势，超越其他的。霸王的下巴有多宽？可用来吸收猎物增长。的练武表情，防止下巴受损。会动哎。它是假的。请各位探险家注意，刚刚收到大白的消息指出，霸王今天还没有喂食，有可能对探险者会咬哎。大家保持冷静，不要惊慌。会摇呢？怎么办？暴龙来了！这个在外面肯定要收钱。暴龙来了，怎么办？假的，你看他的手在那里摇摇摇。一头暴龙的紧绷肌肉，可在一秒钟。司机先生，请问怎么办呢？暴龙来了呢？40公斤的。水到2公尺以上高度。暴龙是白垩纪晚期的代表性恐龙之一，也是恐龙最后灭绝的。还会摇来摇去耶。这样的讯息显示，暴龙在演化过程中，已然成为非常强大的物种。这个人太奇怪了。在大巴士上面。在这里。还会眨眼睛。他的肚子饿了。咦，你还摸他的口水？宽险车再按一次啊！再按一次。小关，你来看他的尾巴。等一下，他会不会头低下来把你吃掉啊？我快手车。龙正，等下共手挡我一放下，怎啊？小怪，这里有他的水耶，你可以洗手吗？为什么？我也怕他。请问小怪先生，那个水可以喝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很脏耶。为什么很脏？因为他都会掉到石头上。因为那是他的口水，是吗？